欢迎回来魔物猎人的世界 Monster Hunter World。 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好，今天我们来介绍这个，就是这个杠龙全套套装啦。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下角色的是如何呢，就是这个样子啦。为什么有点像那个希腊的战士的感觉呢？好，真的是很帅气的一个战士，或者是兵士，或者是高级战士的感觉。好吧，那个装备的技能呢就蛮重要的，就是很显示在那边。好，我最喜欢就是那个冰属性攻击强化啦。好，目前是等级四，你只是需要装多一个珠子在武器上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武器我装了这个珠子呢，那我的冰属性就变成等级五咯。好，那系列的技能呢，我个人觉得是没差吧。好，我个人是觉得没差，好看大家吧。好，那我们就看一下那个帕利口是如何的呢。好，我们的帕利口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为什么有点像那个埃及的那个魔物猫猫咪的感觉的呢？好了，真的是蛮不错。角色有点可爱吧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去打打这个杠龙。好，那然后一样要做这个杠龙的材料呢，全套材料最重要还是那个宝玉了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去打打这个杠龙吧。好，我们看到你了，杠龙先生。那现在老师是用这个双刀，双属性的，就是那个爆破伤害和那个冰属性攻击啦。好，趁他不注意，先穿这个衣服，然后去前面打他吧。你在休息，我打你吧。攻击，好，继续攻击，攻击。好，哦，他飞上来，哎呦，又是往天空攻击，哦，我的妈呀，这么快。下来吧。好，我们继续攻击他的头。好，就这样一直打他头就可以了。好，哦，非常简单。哦，好，哦，又是天空。好，下来吧兄弟。为什么？再吃多一粒吧，这样就好。我们继续攻击。好，就这样一直要带多点那个闪光弹，然后一直打他头，到了一直打他头，掉了一直打他头就可以了。好，非常简单。好，要小心他的一巴掌。他的巴掌是很臭屁的哦。好，我们继续攻击。哦，你看到吗？才讲到。哦，他的一巴掌就刷我。哎呦，我的妈呀。最讨厌一巴掌。好，继续攻击。哦，又来。不玩了。好，先收一副。好，呜、龟派气功没中。好，到我。哦，又是巴掌。哎呦，我被烧了三次哦。不行哦。继续攻击。好，继续攻击。哎呦，又是巴掌，烧了四次哦。哇哦，还 combo 跳哦，不好玩。烧了一巴掌还喷了一个口水，哇哦 super combo。 哦，哎呦，这样子就走了。哎呦，这么坏蛋，烧了一巴掌喷了一个口水就走。不能了兄弟，回来打过吧。好吧，我们去攻击。好，哦，他要走了，不要给他走，不要给他走，下来吧兄弟。好，所以要带很多闪光弹就是这样。好，打错地方。好，要打头哦。好，不要给他走。哎呀，他喊了。好，哦，他上来了。好，这边，哦，下来吧。好，哦，来，我们继续打他头。好，哦，头也爆了。耶，yeah, ，他回不了窝。好，双刀真的是很好用，这个双属性，可以那个爆破和冰属性伤害一起连发哦，所以这个套装真的是蛮不错吧。好，我就是最喜欢那个冰属性攻击等级五咯。好，所以看到乱打一通就行了。好，记得要带多点那个闪光弹哦。好，那我们的杠龙先生这样就倒了。好，呜。好，我们没有拿到东西哦，拿到他的枣。好，算不错吧。好，人品爆发才有那个宝玉的哦。好，那做这个全套套装呢，那个宝玉是真的很重要哦。
那大家喜欢这个套装呢，就去打打这个杠龙，然后就可以做到这个全套套装咯。好，样子我觉得是蛮不错吧。好吧，我们这边结束吧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请。なんじゃ、なんじゃこりゃー。